哇，可以哦！你喜欢哪个？这是滚轴，也太可爱了吧！都是十万，真的，你看，这是小棉花糖。小棉花糖，那个是羊桃。哎，每次这个滚轴密室麦吉这个滚轴都不一样。快形状！今天都是美食。麦吉你也太爱吃了。不知道。麦吉，小滚轴们，快欢迎客人们！哇！妈呀！天哪！这转的有点恐怖哎。 这也太吓人了！哇，这个真的有点恐怖哎。麦吉要提醒你们哦，闯关开始之后，你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答对题目，不然我的小滚轴就会加速到很可怕的速度。这个应该是最快会停一下，如果答对的话是吧？然后这个第二快，那个第三快，所以答题厉害的应该在前面。所以是，我不要，我想要这个。哦，那好，那就程程在前面。行，这个就留给我了。好，就是最后一个。最难的留给你。关哥还是比较 man 的嘛，对对对，好，现在你们已经选好滚轴了，选好了，那就走上去吧。天哪，我要扒在上面了，我不能动了。哇，这个玉米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天哪，海宽你是大侠，为什么？宽哥真的？为什么他一直很雅正？ 最绝望的应该就是宽哥，也不知道他到底绝望不绝望，主要他的表情，也没什么表情，他摸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主要他摸的感情，攀爬机器，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游戏开始喽！啊！互相帮助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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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哇！有点吓人，哎，为什么把我们隔开了？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没关系，别紧张，我这个怎么走啊？ 滚轴运行运行，再开始。第一轮，每人需尽快完成两题作答。这个我应该，一百秒后，滚轴将到达极限转速。这个得。之前已经够难了，还要加码。加油！倒计时现在开始。我真的不行啊！随便错，这么快。啊！随便错，这么快。啊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，好快啊！我靠！阿姐，你那边没事吧？ 汪卓成第一题，请听题。快点答！歌曲《我爱洗澡》里唱到洗澡时上下左右的动作分别是什么？要我比出动作来吗？嗯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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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洗洗，左搓搓右揉揉，左搓搓右揉揉。哇，这洗澡路线太难了。漂亮。第二题，请听题。动画片《宝莲灯》中，沉香秀什么东西将母亲从山中救出？啊，什么东西？宝莲灯吗？哎，是斧子，对不对？是斧子，是斧子，是斧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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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斧子。回答正确。光灼城锁在滚轴，停止转动。阿姐，我都停了。阿姐，你们还在转吗？在转。宣露，阿姐加油。我帮你打。加盐是对谁的谦称？加盐。阿姐，你怎么了？很遗憾，宣露滚轴密室历险失败。正确答案是父亲。阿姐，你掉下去了吗？对呀。啊，那你结束了。刘海宽，请听题。第一题，在《西游记》三打白骨精一章中，白骨精第三次变成什么人物来骗唐僧？时间还剩二十秒。老奶奶。老婆婆。老婆婆和那个老爷爷的那个老婆婆，不，老公公，老公公的孩子，老公公，不是，是吗？卓成果然不太聪明的样子。第二题，在磨墨时加入哪种生活中常见的调料，能使写出的毛笔字既黑又亮，而且不易褪色？时间还剩十秒。是醋酱油，是酱油吗？水，醋。回答正确。哇，他太厉害了，他挎着羊头，就着干扰，还要自己打理。刘海宽锁在滚轴，停止转动。第一轮快结束。哇哇哇！加油，还有下一关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他在耍帅吗？他是怎么样姿势都不能倒。
麦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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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我啊，姐！啊，这个。